新庄地区啊，湾降手是它的发源地。好、哦，大家看到他们身上的垫肩、服装、脸部，好、哦，都有不一样的特色。而且大家仔细看，它的帽子身上是有烟雾差，因为代表这种家是领领的，一动过来煮水，咱重视啊，出门来顺境。所以咱吼，每一年。啊，其实我最重要吼，咱先看这海办，海办吼，这也是非常有名。其实，在大台北地区这些文化传统保留下来，这个汉堡真的是非常棒。是，武汉牌的这个蛮大的比赛哦，啊，那新增的这个汉堡，那也是观众是，而且呢，这公司真的重要哦，好用心，哦，好钱，那么三个所在，武汉牌的比赛来参加，这么三个所在。其实我们加钱就是加数，对，加数，二变三，对，啊，三变八，这个好看是吼，因为卡波，是，哇，观众秀要过八大奖，所以有人讲八大奖，八奖，观众秀，观众，差一厘差天加差地，差高钱，对，所以咱今仔日用着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的角度哈。也跟所有的信众朋友大家来分享，我们看老年人时阵，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而且其实现在网站很发达，很多的一些美美嘎嘎细节啊，都会在上面找到一些资讯。大家可以看完这些资讯，做完这些功课，再看现场的这些展演啊，你就会发现哇，你兜得起来，你就会看得懂哇，这场热闹到底在看什么。所以观将手呢，也就是阴间的刑警，对，啊、哦，那在人世间，然后去搜寻这些啊。你看看伊手提是这个手铐，手铐啊，加火枪，啊，帅咧，这个两枪枪，对，这阴间刑警的角色，所以哦，阴间跟阳间哦，所有的刑警都是对应，都一样，像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，他们是执法就是讲刑警，啊，啊，刑警，啊，观众席，都有对应。
地方拢会当平安。哦，即摆来个妈公婆来禀报，讲今仔日来扫这个地方，我拢平安。其实就像刚刚玉波同说，按北角观众区，其实来到那个境内啊，都会来跟主神做一个禀报。结束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做一个辞礼，直接说哦，我们今天也圆满将这个任务啊顺利做一个解决啊，也感谢安。地方禁主的教徒。辛苦，咱乡大哈啊，咱的灯会来照亮着咱天上圣庙妈祖婆和平哈、一片光明。啊，祈愿众罗哈善事会当身体康健，多吉如愿哈、感谢各位大姐，大家辛苦，祝您啊帮桥助义工，在咱天上圣庙妈祖婆哈保庇之下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辛苦啊，辛苦！咱专师姐啊，今日来参与这个庆祝。那么，即阵看到咱新增主角，咱天上圣庙妈祖婆，伊的这个娘线哈，已经来向咱啊，棒球主角天上圣庙驾前才来递。报到咱天上圣庙，咱新增妈祖将要来入殿，就咱枋桥朱慧江。那么人讲吼，机会也相逢吼，也是非常欢喜的代志。那么这次2023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，总共来了将近55尊的妈祖婆。对啊，他暗时拢在拍麻将，甲十婆啊，吼，所以足欢喜。啊，拢足欢喜的哈，拢足欢喜的哈。那么姐妹相逢在板桥，难得暌违10年再度莅临板桥哈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。当然，明天的活动听说也相当的精彩哈，包括咱的弄球卡，包括的明仔，包括的咱六里门天桥，咱北港条天桥，咱上山朱一等大母牛，明仔性格拢要来个现场，所以明天也是相当精彩可期啊。那对，所以庙会卡的你哈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个 party 啊。今天我们时间过去，明天还来得及参与，记得。一定要来到现场。是，那么咱即马双手合十吼，来恭迎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妈祖婆仙家，莅临咱板桥主东，恭迎仙家。恭迎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銮驾，莅临板桥主东，姊妹相逢在板桥，有请本宫管理委员会主理委员赖春木。台南全体技术人员恭迎圣驾。那么，祈愿咱北桥地四时无灾，咱居民会当安居乐业。再祈哈，咱六江江移英国，庙会鼎盛神威。传万里，感谢咱陈主委员所带领的团队，谢谢120000分的感谢，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新增自由中天上圣庙给咱全体技术人员，谢谢感谢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感谢咱新增自由庙，咱所有的支持人员哦，欢迎今天几位啊，还有感谢一路辛苦啊，谢谢咱九班众三兄弟，大家感谢，谢谢辛苦辛苦。真代表咱本庙管理委员会大村木主理委员，感谢大家，谢谢感谢，谢谢哈，感谢大家辛苦。那么今天的会当讲是为早起